好比老人会为着各类长辈走出家门，连续23年举办健身活动，规模愈办愈盛大，参加的长辈嘛愈来愈多。在河套早，河比街啊闹得滚滚。原来是河比老人会举办一年一度的青年健身活动，今年已经第23年，规模是愈办愈盛大，参加的长辈也愈来愈多。今天是我们老人会第23届的千人健身活动。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老人要活就要动，要晒太阳才能够健康幸福，所以我们每年就办一次，很感谢县政府以及各界给予健卫的支援，让我们老人会在健卫上无所缺陷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，尤其很多企业人士捐献的奖金跟奖品啊，多到2个人差不多有一份的奖品哦，非常的感谢，也是我非常的感激。就是各理事长讲，要活就爱动，各类长辈加行出家门，进行路线全长大约7公里，为老人文康中心出发，到普陀医院吃早顿，再搁转来老人会这边抽奖。咱河滨的老人会有家己的近20多年前都家己的这个会馆，而且呢有家己的这个常青课程哦，那加上每年拢办了规处的这个户外活动哦。会使讲，予咱何必地区的长辈哦，拢会使讲伫遮欢欢喜喜来学习，快快乐乐伫个生活。活动现场会当看到真侪长辈拢小少来进行，就长辈讲，有伴做伙运动，哪行哪开讲，阁会当顾健康，倒来阁有奖品通啊抽，所以每年拢真期待来参加健身活动。多种发新闻也丰富，何必采访报道。